就来了。来，让开，我们让他们休息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好的，现在来到窄巷子了，那我们就进去走走逛逛拍拍。一样的街区啊，进这个车辆还有宠物禁止进去。卖火锅汤底的，所有节目都有喝茶看戏唱表演。来送一下18块钱一杯，给你送盖碗茶一杯啊，来门口啊。哎。哎，赵先生请坐，20块钱一个人，赵先生来喝饮料酱。好特别哦，星巴克。等我到里面去坐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特别的星巴克。应该是可以了，应该是可以，工商银行用的啦。继续逛后面的窄巷子。
一半，刚刚逛了一半，现在还有一半还没逛，那就继续下去了。刚刚是绕，有看到鸭子，现在改成兔子。好像是同一个集团吧。鸭子换成兔子了。端一端一端一。其实从进来逛到现在，后面的感觉就没有像前面的感觉那么的强烈。银店卖银的，发觉逛的比买的还要多，跟我们一样都是逛的，这边就很窄啦。看到这个彩票就想到我们曾经在上海中了一张彩票，但是呢已经搭上飞机离开了。很特别，有办法把它做成 ice cream， 做成熊猫，花花的家。像不是在这里，六号别墅吧？麻婆豆腐脑。梅州东坡，好，开始吧。看一下梅州东坡经典川菜。哎，对，过来嘛。拍照，拍照，电话，拍照，拍起来。我觉得我好像来过这里耶，听到那声音。
还是在长沙、啊？感觉好像来，他敲那个啊，在做东西啊，是长沙吗？云南嘛，对吗？对啊，哦。对啊，那时候看到好像类似这种东西，然后突然听到那声音，好像接触过。太厉害了。不晓得，是啊。啊，你说还那个另外那个形象？对啊。那不是牧羊犬吗？你会赶羊吗？随便摸，不要人的。啊？随便摸。不是，我是说他会不会赶羊？他不是牧羊犬吗？这是不是牧羊犬吗？他不是说趴着啊，在前面在下羊啊？他喜欢跟人玩。喜欢跟人玩啊？是啊，拍拍他好了。谁的喇叭一直发？他要躲镜头。他要躲镜头啊？我放到视频里面没关系吧？没关系。谢谢。需要打车不？春熙路六块，锦里八块。打车不？春熙路六块，锦里八块钱一辆车。这边总共有三条巷子：宽巷子、窄巷子，还有锦巷子。但是呢，注意看一下，这是锦巷子。可是呢，锦巷子呢，实际上呢，来到这里，你会发觉一件事：锦巷子这边呢，就比较没什么人。有看到哈，这个就是宽窄巷子外加锦巷子，锦巷子这边就比较没有人了。好的，以上影片是阿周在宽窄巷子还是锦巷子所拍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后续继续拍下去咯。